上一集维顾男主角隔天早上呢就回到了那个高塔，过去说不定可能要去拿那个抗毒剂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他被 Rice 的一批人给抓住了，然后把他打半死，然后头也爆了。可是 Blink 就为了这个塔里面的所有人呢，所以呢就打算了下一次空投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出去那边找那个抗毒剂。就因为 Jay 担心 Blink 的原因呢，所以就叫男主角来帮忙呢，去把那些抗毒剂拿回来，然后给 Blink 好好的休息。离开了房间之后呢，遇上了烈男医生，说 Blink 的伤势相当严重，可是他缺乏一些药物，所以呢就叫男主角去找一个叫 Gazi 的人拿一些药回来。去了该吉的家，拿了一些药物回来给雷拿之后呢，直接就去了下一次空投的地点，准备要帮 Blink 拿那些抗毒剂回来。过后真的给男主角找到了，联络上了 GRE 之后呢，他们命令男主角把所有的抗毒剂给烧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他们才会去接近那个叫 Rice 的人，说不定可以拿到更多的情报。男主角为了大局着想，所以呢就只好乖乖来把那些药给全部烧毁。眼见天色已晚，突然间就听到一阵很恐怖的声音，这时那些夜行妖怪就出现了。那到底男主角该怎么办呢？又回到消失的光芒 Part 4。 你好，我是老吴，来玩上了东西，玩上了。哎呦，一开始一开始他就这样啊，我还没有休息好啊，哇，哪里来了？后面来了。哇，地图，黄色是什么东西？黄色是什么东西来的？哇，看到我了，黄色变红色去了。哇，快点跑，没有人了。哇，后面来了。那、我在干嘛？哇，晚上了，终于晚上了，这款游戏我不要跳下去。我跳去干嘛？后面没事，很远啊。你看那地图，你看。等等，哦，一开始这怎么这样子？不要玩我！啊！我一直追着来，一开始都这样子。跑进去，哦，回去那个塔，后面来了。定好紫外线。还以为我怕他是吗？他以为我怕他，他以为我不敢出去的。你看那，哎，要看他屁股，要看我屁股。不，来，给你看一下他的样子啊，你看这摇头丸。Louder，let me hear the fucking bass。终于给我看到晚上有这几只跑出来吗？杀得死吗？进来呀、进得来是吧？看，笨到死，这样笨的是吗？早知道给他追了。我跑一下，我的敏捷点数直接升，力量点数也升。还有一只。笨到半死，过来呀、笨！哇！听不到来，听不到来呀、笨到死！你看，插进来了，那个脚叫开我了，拿我的武器出来了，那给啊，我撸哎 ，forgive， 呀，给他一些，哦，我这个屁股。拿了东西先，现在给你跳进来。喂，这个你不能进来，我会烧死他了。进来呀。你死了，跟白痴。晚上敏捷能力输两倍，哦，所以说如果晚上的话，我升级会比较快吗？你知道升几级？刚才升一级，就可以拿来升东西。你看，可以升我的招数啊！这个、之前我升，就是你跑的时候你可以滑行。之前这个呢，逃过敌人可以踩他头上过去啦，没有升啊。这个呢，奔跑时飞踢，哇，可以跳起来空。这个不是跑过他会比较重要啊，踢他干什么用呢？这个、可以捉住他，升这个好了。跑过它比较重要，够吗 ？OK， 力量，看这个是什么来的？
实用，因为锁定狙击。哦，就是丢了武器，我都没有丢了武器，我还没拿到啊。现在跟他踢脚的几率晕，哦，就是踢他的时候有机会让他晕倒，然后可以直接把他杀死。问题是那个踢的招了还没升啊！哎，你干将，买些东西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可以买？2000多块不够买啊？2000多块不够买？这个不刀，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等级啊，好像是这个来幸存者等级是怎么升法的？4级幸存者的是怎么升的？过破人无声的吗？哎，4级我就差不多要到了，还有1级而已啊，留着了，不要乱买了。回去 HQ 那边了，找了 Rankin， 告诉不要骗他讲那个药已经不见了。Come on, I mean we need Anderson. I know, but buying from Rise, you can't be serious. For God's sakes, I'll go.I'm not scared. Absolutely not. We've discussed that already. No, we didn't discuss it. You just decided that I'll go. 我去，节目看着我，干嘛 ？Are you serious? Well, 对呀。This Rice guy has never seen my face before. Clean slate, right? 是一个流氓的帮派吗 ？Could you guys give Crane and me the room, please? 还要我跟他单独讲话 ？Hi.来，给我一个赞，我给你32个。等下。You sure you're up for this? 对呀、啊。It has to be done, doesn't it? Well, I'm not going to argue. 在哪里他 ？Rice's place is over here. Just Rice. Find out what this will cost us. Rice 是苏莱曼。Come back in one piece. 他信任我了，他的头爆了，这样什么这样了？所以只好我来代替他这次。我也要出气嘛，不是开我玩笑，他是要我晚上出气是什么？幸存者等级升了，我可以去买的啦。哦，在哪里？我还有啊，我一升一级，他跟我加，我升一级，他跟我加新的东西呀、啊，还好啦，要不然还以为说那东西这样少。我1000，至少要买一把刀啊，1000，我、哦、2000多，这个什么时候跑出来的这个东西？看了、啊、这个，它的伤害61，我这个伤害61哦。可是耐力会比较少哦，操控也比较买贵的啦，基本上贵的会比较好的不是吗？啊，是这样的吗？对，我这是用来挺买的，挺买来干嘛的？增加武器值，增加流血的效果。顶你啊！我顶你！增加流血的效果到什么用？1200，最好是一个好东西。不是吧？还要我跑出去啊 ？Crane，can you hear me？ 嗯 ，Jade 打来。Jade，yeah，I copy. Something wrong？No，no，it's him.怎么了 ？Listen, Crane. We all appreciate what you're doing, and I know you're doing it to redeem yourself. Because Amir died saving your life. 对呀，阿米。I'm doing i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Anderson from Rice, people will start to die. 对呀，这个塔里面全部人在等着我。I didn't know him for that long, but he was the best, most decent man I've ever known. 阿米死。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是这把吗 ？I don't blame you.他不怪我。And Crane, we know that you too are taking a risk to do this for us. Look, Jade. 一定要晚上出去啊！ We'll talk when I get back with the Anderson, okay? Okay. Just come back in one piece, all right? 我做什么？他叫我晚上出去啊？傻了是吗？很远，这样子我看一下地图啊，看啊，没有理由了。这个还远过上一集去那个 Gazi 的家、啊、可能早上可以，我去睡一下子啦，不要玩啦，那可能晚上出去的，这里不是有一发床啊，睡等到早上，等到早上才出去啦，晚上出去是什么东西啊？啾，嗨，我还想说绕过他呢，直接中了头准准。在这个里面呢，是吗？这间屋子。Don't shoot! Don't shoot! 别开。哦。I'm here to see Rice. Brecken sent me. Brecken? That asshole on the tower? All right. 不是两派的人。I've come to make a deal. What kind of deal? The kind I make with Rice, not with his flunkies. All right. Let him through. 让我过去。This ought to be entertaining. 就直接跳过去而已。赖是谁？赖是苏莱曼的，一定是的，这次一定是的。哪一个？
所以来了。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a very long time. 这个是 Rice， 黑色那个是 Rice。That you would steal from me. Haven't I seen you somewhere before? 卡西尔是谁 ？Very simple. Your right hand or your left? Oh, left. Was that my left or your left? 砍到手了。那残暴的这个人，惨的跟他做交易一定死定了哦。You have the look of the tower about you. What do you want? I'm here to make a deal. A deal. For fantasy, no doubt. Desperate times. And what do you offer in return? Your services? Your loyalty? Perhaps I should take both. Talk to Karim. He's Karim. One of ours. Do what he asks of you.And Rise will consider giving your people some antazin. 他才会考虑会给我哎。I don't seem to have a choice. Perceptive. 这样子吗？我的手还在这里，拿掉斧头，拿了手有可能可以拿来打，用了手，生锈的。我这把，好像很强。他的手不能拿吗？拿起来了，说不定可以拿来 slap 人呢。巴掌，啪啪啪啪啪！我这里，我是他吗？那给我任务。There you are. Rai said you'd be coming by. I'm Karim. Karim, an American. 他名字叫 Karim. I have an uncle there. Lives in Texas. You from Texas? You a cowboy? I'm from Chicago. Okay, Al Capone. We'll be in constant contact over the radio. That way, I can make sure you get where you need to go. And where's that exactly?You're going to be climbing antenna towers and switching on shortwave radio modulators. Most of my men are too slow, too fat, or too drunk to climb a tower like that without killing themselves. If I do this, I'll get the antizin. That's between you and Rice. I know better than to speak for him. Just don't fail. He doesn't handle disappointment. 所以说，如果任务成功，也不一定拿得到吗？那看，哎呦，安尼困呢啊！妈的，比赛哟，比赛哟！这里有的买东西哟。哦，看我拿到很多钱了，走一趟，拿到100块，可以去夹赛耶！100块可以去夹赛了。我现在要出去了，现在我可以拆头，你看啊！哇，终于可以拆了，之前是没有拆到了，现在可以拆。那跟 GRE 对话了，又来了，什么事要报告他一下子？要不然他不会加我薪水，真惨了。Hello, Crane. Report. Just met Rise. There's no question that's Suleiman. Guy's a psychopath. 他是苏莱曼来的。Ruthless politician to fucking warlord. 他是苏莱曼来的。Is he aware of your affiliation with us? 他发现。No, he thinks I'm just a guy from the tower. 他没发现。In fact, he's making me jump through hoops before he'll give me any antizin. Acknowledged. 要先听阿霍。Continue to do as he asks. Remember, we need that file.感觉到，感觉这款游戏最后啊，那 GRE 也是会抛弃他，相信啊，那GRE 他一定抛弃他了。哇，又有空投，你看，这游戏不定时的就会丢一些东西的。这次我一定要过去拿了。哦，他们那些人还在那边，你看，那些人已经到了，那些人比我还要早到啊。问题是他三个啊，没办法了。I'm at the first antenna.If the power's not on, you'll have to turn it on. There'll be a switch in the small building at the antenna's base. 在这里而已，好像难开这样子。要上去吗？这个塔吗？来，哎，你有事了，你知道你有事了吗？哎，这个，下面呢？我这边有一只大的，一只大的。问题是那个东西在哪里？哦，在那个后面吗？绕过去这里先，在这里吗？那只在前面。哦，在这里。开门，不是吗？可以开，我先开，你不要这样紧张。哦，来了，我这只，你有看过的。哦，我被感染了，怎么办？怪不得没有人要来的。I'm shouting because this fucked up infected motherfucker with guts hanging out of his mouth just spit a bunch of toxic snot at me. 怎么办？ Not a bad reason. Tower speaking. Remember, if
If you don't reach the tower in time, get your ass to the nearest safe house and wait until dawn. Good luck. 惨了，再上去，看还在这里。什么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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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什么口水给我啦？还在吗？我要下去。哦，他跑去哪了？哦，他在那边。哎，走开！那只大的，那只，别死！没有体力了，后面还有，哇，很多只哦，这里，哦，不行，哦，不能，上车，丢一些鞭炮，这太多只，过去那边，杀的，但那鞭炮还吸引过他，还重要过那个。什么、啊？鲜血！哇！过去！哇！这可以了！趁他们还没来之前，快点！哇！哇！还有一只在里面！我不是一只，几十只在里面！哇！我被死了！我死了！哇！走！走开，丢去远点。鱼藻对抗，磁力鞭炮，一丢吸着铁，玩的贼美。哦，我丢了上面干嘛？丢了上面。几十只，是这个东西呀、啊！快点打开它。走了。Power's fucking on。哇，完蛋了！走开！我要去屋子那边休息了，我一定要回去先了。我先去屋子，可是那个屋子是红色的，红色是还没有什么的吧？还没有解开。问题是还有第二个要开，要去屋子先啊，晚上那些东西出来了，我就打不过他们了。快跑先，打开电源，我要进去里面打开电源了。问题是这里一直大的，看到吗？这里一直大了，我怎么打开电源呢？电影在下面呢、啊，电影在下面，丢一个东西过去先。我没有鞭炮了吗？你不要玩我啦！你不要玩我啦！这个时候没有鞭炮啊，做一个。过去，我要开灯了，我要开紫外线了。这个，走开！开了吗？有紫外线了，扫了门了不是吗？没有吗？没有功效了吗 ？Hello， 为什么这紫外线对我们没有效呢？我要出去了，这间屋子这么红外线打开了没有？惨的啦，我这次惨的。走，前面有一只，惨了，我一定要跑过去，在这里，一定要跑过去它，跑这里。哦，看到我了是吗？快点，要到了，这里过去，快，打油站，打油站好像很多东西的感觉。惨了，我拿一些补命，他进来，拿东西，不要进来啦，走啦，进来做什么？补命，拿一些补命。哇，进来做什么？他听到声音了，进来了，你看地图，他们在楼上，我死定了，他进来了，我死了，妈妈，又回来这里了，哦，上去这里呀、啊，而且我上去那边开呀、啊，怎么上法？爬了上去啊？为什么会有血在这里呢？哎，可以 space 可以使用，为什么会有血在那边呢？跳。然后呢？哇，
对，爬上去啊。好，哎，哇，你是在看风景吗，大妈？大妈？你死了，大妈！我这么久一直在上面干什么鬼的呢？在这里不是吗？哦，这个，啊，这个打开了。Okay. Oh shit, Kareem. Someone already scavenged this thing for parts. There's nothing up here to switch on. Oh, 爬了半死上来。I was afraid of that. All right, head to the next antenna tower. It's not too far from there. 我爬了半死。Just use the zip line and head east. You'll see it. 可以活下去啊？这条线呢？啊，就活下去吗？基地战壕这样跳起来而已啊！啊，真的是啊。幸好跳下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爬去爬几久啊，活啊，这招解除容易多了。Kareem, I'm at the second antenna tower. The fence is electrified. I think someone's inside. 有人在里面？ That will be Alexei. Alexei? Probably his son Christoph. I find them tiresome. Don't let them stand in your way. You've got to get inside and turn on the transmitter. 又有其他的帮派人吗？哇，我怎么进去呢？电到完，就直接要走进去吗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我跳过去有没有过来问 ？Hi， 跟他讲话。I need to climb the tower. Why the hell would you want to do that? 这么老了。For Rice, he asked me to. Rice? You don't look like one of his crew. Oh, fine. I'll just radio back and tell Rice that you wouldn't let me through. What? Fuck.No, I didn't say that. You want to climb? Fine. 他给我爬、欸。为什么给我爬呢？一定有问题。大一层这里又说哦，什么声？晚上了吗？又要晚上了啦。惨了，又要晚上了。惨了，现在几点了？哦，7点多，8点了，惨了，我又要回去先吗？我不要回的啦。I sure hope this fucking climb was worth it. 最好是有价值，爬了半死啊！这怎么爬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快点了，晚上了，又要晚上了！赶紧赶紧！ And this thing's still intact. Let's see if it was worth the hassle. Yes. Hey Kareem, second transmitter's up and running. Is it working? 开了吧。Kareem, do you hear me? Loud and clear. Nice job. 你知道回去的路吧？知道、right. 哦，有电了，打开了。我现在回去，哇、哦，快点！哦，幸存者，快点，要晚上了，来不及。哦，下面有一个啦，下面有一个，我在这里睡就好了。不要，喂，快点！哦，我在干嘛？我不知道。这里有了，这里前面有一间呢。啊，这里前面下面都有一间了，我跑这么远干嘛啦？在楼下。我下去，我可以上来吗？你看他在那边，管他，先下去。OK， 哇，扣了这么多命，这里有一间，先可以休息。哇，加塞啊，等岛上啊。哇，你看，你有事吗，你小姐？进去里面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你就别跳出来啦。